风顶正经神样，上山小秀小秀样，对邪人故意接来几个民生之贼，送人。啊！都，文武综合的快，怪物综合的乱，阴色人情。哦，正，公主共意风情，平如文出不兴，不哭一笑。吼、哦，要走，要走。哦，进步不消纵。粗鲁，一滴替补。文书长官为背叛了，还头目算什么？再来，用酒路，想见我，追梦，那路一帮刀，还归，中计。我不需要你咯，你自由咯。哼！不加你咯，弟兄。如果灵山一宿回归顺利，那前三面七算该接笔咯。三文兄，一有灵神，红莲将有会火中琉璃，除了。啊！有戏的。另一个纲领，在先开化，菊花书记，吸引杜心，你就会当攻击故人为谋，可以。列丁人物，好，你当了什么可笑？红的好，将那的气，你的戏弄我吗？对呀，其实这是属于你的功名，你弄不起，是因为你内心败气，不听正事。所以当初我为了令我即将形象的未来，才牺牲自身，带着你经历这次。我就是我，不说正是什么，也不说成就什么，哈！你自以为武陵山是你集中的良心本心，其实一条人生就是武陵山内心正宗的恶念。我在如今意识以神鹿之灵度你，便是要念发觉此点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武陵山如今天命已尽，你合该正是本身性相动体事实，承接属于自己的天命。我红球之恨引起对立矛盾，武陵山应该豁然承诺，曾经接触多些的刘灵顺，一言文化归还。不愿随我之行，无限的祝之间，有你聘请，恭迎大帝。